每个人写下三个魔鬼惩罚，然后轮流抽签，抽到什么就要接受什么惩罚。让我们来看看今天谁是最倒霉的那个人。所有惩罚都在这里了，谁先抽？我先。哎，最先抽的一定会很好的，果断。你今天这个体重啊，赶紧上去。我这个体重弄纸样的，这个对我很不友好。啊，为什么有人说这玩意对身体健康？骗人的吧？因为你脚底有很多穴道，这样按摩一下。你啦，祝你好运。那我抽这个吧。快点，我慢一点。好，有，抽那么多，那么多给你。啥？你最害怕的东西。沙包气球。你们不能理解我这么害怕，你知道吗？你啦，感觉这东西惩罚我们三个人呢。吓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放。不要以为你在下面的就没事。不要偷看，我没有偷看。哥哥，他抽不到我们就打。好，他的惩罚呢就是边哭边笑。里面没有说挨打，你们两个想干嘛？抽不到就挨打。那你等一下我也挨打你。挨打你，快点表演开始。赶紧就上去！太开心了，你那是开心了。我可能明天要坐轮椅了，我脚不能动。你啊，还躲？那我随便抽一个吧，抽这个。什么？看一下。哎呦我的妈！你来，现在去按摩，去，要通知。